哇，时长是150秒还是60秒合适？王老师，我觉得吧，六十九点吧，九点，哇，六十五秒，九点吧。对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九一点为什是他么？们这个化工好的啊，你知道吧，就很占优势。而我们这种抽象派的，哎，就很吃亏，对，你有懂道理。吗？那我们哎，来一首对，六十五秒哎，你只要一短，他这个就不行了。好，哎，对了，行，我开一个是吧？我开个加速器，我有点上去。好的。我抽象派快的，我抽象派的，嗯。的。哎，我进来了，是不是都进来了？我 OK，们。是的，我们一手准好的。备，然后也直接开始了。Come on。OK，Come on，这边有请雕的一准备。OK，二一，OK，开始，可以开屏幕了。OK。专业。哦呀，啥的呀？好家伙，这么有点难。这个应该这很简个鸭单应该吧？不太这个应该好很画难吧？画。应该很难画。能不能百度啊？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画。那个图，哎，怎么画来着？像个，应该是算这了。样子。哇，这么短的时间，可以的，相信自己可以的。对，相信自己。我专业。喂，没错吧？没错。没搞错。这应该很好认吧？嘿嘿。是这个吧？应该就这个，很好认。太快了，没时间了。我这个巨简单。OK。完美，完美，高手叫完美，一般都是六十五秒以内完成。完成。我下家好像是马老师，马老师注意细节啊，注意细节。坏了，注意细节。一定要注意细节啊！你仔仔，这个什么包包？这是什么？你仔仔这是啥呀？你这是啊？你这是什么？这是几个南瓜？这是几个字啊？这是细节，注意细节。这是什么？我会了几个字啊？包包这是什么？包包这个两个字，长题。嗯，简单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舔嘴去。三个字。注意英文几个字，我们可以打在上面。懂了，这个简单啊，无耻。哦，可以写几个字哦，随便拿一个吧。到第九就可以。啊，这个怎么？我坏了，这个怎么画的？怎么画来什么？我哟，哦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也太简单了。这个，对，这也太简单了。可以啊，有这么快吗？OK，我也画完了，很快，画完了。多打一会儿。哇，画风这样能猜出来，完美，画风精美。信息很多啊，要素过多。宝宝在我后面很痛苦，我只能说要素过多，要素过多。猜得到，甜水期对不住了，甜水期。哦，发散，好难，不好意思，两位有点惊吓。好，是啥？有要素过多，要素有这个画的好。哇呀，这是时空的什么？这是啊，我那个那啊，哇，大龙你画的是好哎，大龙这是几个字？很好吧？两个字，两个字。哦，就是直接就看懂了。哦，明白了。随便猜。这是什么呀？李在在，太抽象了。加油，小薇，这个是什么？用心体会。开发你的熊脑袋瓜，我相信你懂我。哇。兄弟们，这都能猜得出来，你也太离谱了。嗯？哦，我猜不出来，哦，坏了。啊？哦，
这怎么画呢？喂，不对劲。这我想一想啊，这个我画好了，这个锯我最快。时空，我这个很好猜的。真的假的？不可能。真的，你一定就知道，马上。画个字体，怎么画呀？我的天哪！我要怎么表达？就是，哇，这个难搞啊！完美表达呀，用这个超简单。这个角色，对不起，我先提前道歉了。还是一样。这个超简单，包包一定能猜到。有点我怎么抽象？谁让几个字了？无敌的，无敌的啊！我啊，可以了。怎么又有一个、这个、这什么意思？这是没画完啊？三个字。猜，盲猜，盲猜吧，好，又有一个字。大强这几个字，大强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什么？这俩，毛毛你怎么画两次这个呀？这个毛毛这个，我也不知道。这是啥呀，仔仔？对吧？差不多。大王，你看到题目的时候确定是这个吗？我确定，工程师。去啥呀？我就猜这个了。哎，是吗？三个字。啊！神魔链。啊！这个是干什么？哎，这个好像简单。我想想这个。easy， 应该能看到。easy， 哇，我这个巨简单，巨好猜，我跟你讲。我这个是不是巨形象？田水西，再道个歉，田水西。哎呀，操，画两个猪。我觉得我画的挺好，弹幕都在骂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也觉得我也画。没时间了，没时间了。完了，哎呦，两个字儿吧，三个字，毛毛是三个字，毛毛不可能错一题，不可能错一题。毛毛三个字，这不可能吧？鬼子，两个字，这是啥呀？这可是什么？毛毛这是两个字啊？这是什么？简单，我直接拉人出来。这什么玩意？这什么呀？什么？哦，锁匠。这是什么？我猜到了。太离谱了！这么聪明，因为我才能代表型。啊，这个是别吧。这个想一想，这个我太会画了。这个完了。这个有点难。太难了，但难不到我王大猛。难不到小温。OK。哎，不，不应该讲话。这个没错。没错 ，OK OK， 形象，盐水器，对不起了，哎，我这个词真的是难不到我，很好猜，仔仔你应该能猜出来，我画都很性感的，对，我每次都能猜出来，你画好吗？完了。呀！啊，这个我知道是什么了。简单，这个啊，仔仔刚刚不是这个吗？这是两个字吗？简单啊，大强，警长。对，两个字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什么？两个字要我想象两个字。这个一字。这个简单，仔仔画的太简单了。其实可以啊，小温，好有实力啊！我都是秒懂，很好猜，对不对？很好猜。这个都是画的都是职业。对，职业画手，耶、yeah? ！
耶！哇，这个有点难。这个。哇，你个天！这怎么画？可以吧？这怎么涂色呀？写实派，对不起了，后面的对不起了。这个应该可以。这怎么涂色呀？我靠！这不可能猜不出来，这肯定能猜出来啊！职业，对吧？马老师，注意颜色和细节啊！注意细节，注意颜色和细节。我这画的三个字怎么骂？你经历过的，马老师，你经历过的。我经历过的。这是啥呀？这个一看就是题，这个应该叫两个字吗？还有音箱放音乐吗？绿色的。时空我打是繁体，是吧？清清爽爽。时空不是应该四个？清清爽爽。嗯，可以，清清爽爽。清清爽爽。清清爽爽。都是细节要素过多，我接受不了了，马妹。清清爽爽。什么意思啊？怎么掉了一个东西？哟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呼救来了，呼救，画到这个啊，这个可以，哇，这个很好，这个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耶，这个什么奖？耶，面人，直接拍，怪不得啊，这什么？这怎么猜到面刀啊？这也太能猜了。他地板上有个鸡腿啊，好像拿了一把刀。这有人猜到面刀？哇，这个就好神啊！开始歪掉。哇，警长，没问题，警长面刀，没问题，没问题的，警长面刀了。歪刀和爱心，歪刀，歪刀是吧？歪刀的，太离谱了，呼救的歪刀，这个不行，离谱了起来了。这个鹅长得很可爱。机票，机票吗？这怎么画呀？啊，好难猜啊！我不知道我是这个。这个 easy， 完了，这猜得出来呀？哎，没这个词儿。嗯，我也没这个词。又得一，我也没这个词，肯定有人歪了。这个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，嘿嘿。投票，投票，投票，嘿嘿。哦，怪不得没猜到，我猜了，我带带你了，哦，带带你，我走先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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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哦，这画的很好，这个形象可以，形象，我都没画好，我这个鹅真的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啊，这个哦，这有人猜到了，牛不牛？牛不牛？我的想象牛不牛？牛批，警长说是，我给你猜一个间谍。后面好像变成了这样了，完了，这间谍巨难画，他全部后面太离谱了，我也是对不了一个，对不了一个，啊没，下水道，我有这题了，哦，这个猜成工程师了，我猜的是，哦，我是金。工程师，哦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啥知道？我也能接回来，这能看到？然后我也换了，回来了，又没了，又没了，又没了，又换回来了，就回来了，工程师，工程师，坏了，坏了，
这个礼仪有没有可能有？有没有回得来的？回不来了吧？回不来了啊！打了乒乓球，不不准了，坏掉了，坏掉了！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你妈还丢了一个戒指，你知道吗？还能够关门了，搞到后面工程师还能接受，搞到关门了，直接走远了，关门了，说是。我真的没得关门啊！刁德一选择，刁德一选择，从刁德一那边开始错的。关门了，你这样的，放大镜啊？哦，没有人才帮忙他。这个我有画到哎，真的吗？啊不，我有猜到，这个、我好像没有画到，没画到。对，我应该没画到，就是没歪了，估计。这还行。我画蛇，我也没有问题。啊啊啊啊啊！对了，怪不得，怪不得，那我这边错了，这肯定猜题糊呀！对，这只能猜题糊，是吧？没得办法，没办法，前面歪了，我没一个对的呀，坏了。能不能对一个看今晚？没有，没有，哎呦，对不了一点。哦，雕的一来了，雕的一，肉猪，肉猪，我感觉我是全场唯一，我感觉猜对的，这个要对完，好吧，这个应该要全对，牛逼，是吧？对，我画的鸡，是的，肉啊，怎么没有画到肉猪呢？我啊，好像没有猜到有，我也没，我画的是鸡腿，这个鸡腿，肉不鸡腿，肉鸡腿。怪不得，修改全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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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是六只啊？修修改全责，哎呀，又完了。我觉得能匹配，哎呦，能匹配一次，我觉得能匹配一次，能匹配吗？啊，这个对号不会是叫德一打的吧？是的，是的，一大谱全错。我就给你满分，这个鸡腿，鸡腿满分，鸡腿拿出来点名批评。哦，我有猜到，我有这题我有，哎，这个我也猜到了，应该是这我有，可以。哎，这个应该是对的，一模一样，跟我画的一模一样。这什么？这个啊，牛，这也可以，这也能，啊，这个可以。画的不错，小文，我听到了小文。画的不错，这个画的不错，但是我猜的是，这都不是鹅，我猜的是对的，对的，对，你猜对了，对了，坏了，哦，你们鹅怎么都长得一样啊？你看我这是鹅，但我的鹅永远都是方的，我的也是，哦，可以，哇，谢谢，一个，对了一个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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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默契，对。可以，全对，牛啊，牛啊！终于有个对的，下一位是谁？啊，潜水器，潜水器了，冒险，很难想，冒险家就太难了吧？这个就第一个叫错，哦 ，EZ 嘛，哦，对了。啊 ，easy 海盗是冒险家，我以为是复仇。坏了，我的妈！海盗，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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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应该加那个眼睛，那个眼罩，好像复仇者。对，四个在那跑偏。好家伙，这谁画的呀？他那画的这个什么呀？跑偏了，冒险家变成刺客狼，坏了，被脏了，被脏了，变坏人了，被脏了，太离谱了，形象，落石，哎，落石，哎，这个我画的，这个有点难，我没。看到滚石，差不多，一样一样。雕的一猜的是石头，差不多。井盖就离谱啊！井盖就离谱了。井盖离谱，有没有配个长方形盔甲？我画的井盖都滚过去，我想表达。又是狼，警长，好家伙！警长拿大宝剑。
行。地下室。天水器没猜出来。我这实在这个不行，匹配不上，匹配不上，匹配不上。行。不会就对一个吧？目前为止只对一个。对一个就对了一批监狱。对一个就不错了。黑夜的歌没有一个一样。我的题目是丛林神殿。哇，这啊，这好难画呀！这么难，这个这题目是最后是什么题目？时间题目，这不是那个四个字吗？我想说怎么又有一样呢？哎呀，怎么又有秃鹫啊？没办法，回来了。提壶，然后又回去了，又回去提壶，又画了一个提壶，又画了提壶。我就说嘛，我就说怎么猜两遍提壶，好家伙！哎呦，你这回人多了几个？这吃的也太了……那个太阳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梗？那是那个，就是那个闪耀的灯球。哦，啥？哦，闪耀的灯球。对 ，Steam 里面的你画我猜。是的，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。对的一个，这个鹅鸭杀这个有点难。我们每天玩让我来选一个闪耀的灯球。我们可以玩一首十秒画动物。我的天哪！十一波波，这个简单。十秒画动物。这个好像对了。对，这个对了，这题应该对了。应该是对的吧？这个应该对了。我自己画的该、真的吗？可以。应该对完了。小温的爱心画的好板正啊，好标准。嘿嘿，可以。你看，的一画的是两个鹅，很想猜呀。很好猜呀，板正的爱心。行，板正，板正，对，对了。哎，谁给我一个叉叉？哎，有人不是很认可，谁给我一个叉叉？有人不是很认可你这个，这个游戏不是很认可哦。这个游戏叫做你画我歪，我点的，我点的，从心所爱。我系统怎么这么多个？卡了？对，怎么突然这么多个？感谢玲玲宝贝的飞机，谢谢玲玲宝贝啊。没卡呀。这游戏叫你画我歪。爆炸游戏，这个，哎，这个我有画到，好像这个猜到了，猜到了，猜到了，可以。这个游戏叫你画你的，我猜我的。啊，这个可以啊，可以，这个差不多嘛，好的，可以，这个可以。那个腿还画出来了，现在，哎，我猜我的，可以，真的能，可以。哦，这个可以，哇。这个炸弹啊，小文画的很形象，是吧？很形象。看到没有？爆炸王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爆炸王最后转折点，刁德一的一锤定音转折点，牛逼！爆炸王直接给你们全部兜回来。话说了，刁德一炸弹，牛！直接摆回来了，牛！哇！我们还继续吗？我们杀吧，好吧。好，你 OK 啊？好的啊。